能不能说爱我？我不爱你吗？我不爱你啊！你给我滚！GX 不够，GXL 看的都恐同，不够。天啊，就够了。让子让，求你了。那你觉得我弹琴好听吗？你弹琴不好听，但是我就喜欢你弹的不好听。如果你弹的好听，我反而还不喜欢。这个不是撒娇的语气啊，重来。不算撒娇。如果你哥哥弹琴弹的好，我就不跟哥哥玩了。我就喜欢哥哥弹的不好听的琴。我弹的挺好听的，我觉得。不对，你这个能不能像贺先生一样对我呀？不可能，你不是一吗？啊，你不让我撒娇吗？那我只能是这样撒娇啊。哎。